行，开始第八号小金手，隆美尔幽灵。升级难度，白刃斩99级。点一下配置。倒是挺顺利的，第一个勾关就勾到了。小兵，小兵，小兵！这个怪有太有上那个的必要，有上烟雾弹的必要了，因为它有暴击攻击，而且这攻击力比较高一点。没有幽灵，他使用子弹多少来着的？108万，有点多了。再等一会儿回合，差不多应该能把我 Fever 值打出来。还没打出 Fever， 你说你这个，你可终于打出来了，但是问题是这个现在我不得不做个恢复。又可恢复，我点错了，看来我还真点错了。怪はしてない？
九个回合。再贴一遍配置。哦，用了之后感觉这个武器真是用不太习惯，没有那个好，没有那个四点武器好的，四点武器这个暴击力都比它高。龙梅尔幽灵，升级难度99级白刃斩击破，得到。